锄头都快断了。哇哇哇！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华子。今天呢，来还这个老板的那个鱼头。老板他说他自己不敢下来抓，就直接包给我了。什么情况？咱们再问一下这个堂主，到底什么情况？我这边这个塘，我老是过来养鱼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有那个大鱼，就是莫名其妙的，好像被什么东西咬掉一样，死掉了。我搞得很怕，都不敢下来。我有大鱼，老是被东西咬的，然后死掉。那个伤口还很恐怖的，咬的都很烂，肯定是有什么大货在这里。我估计这里面估计有大家伙。是的，原先大堂主他说3000块钱包给我，但是现在一下来看一下，这里确实鱼是没什么鱼哦。那有大货吗？有大货是，但是价钱还是贵了，咱们1500就砍个1500。嗯，搞吧搞吧搞吧，我也想看一下有多大的货。这个不大货不大货我也不知道是吧？这个你也不知道，然后能不能抓到也是另外一回事了。然后这鱼确实没多少。那现在我们就是把鱼抓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先往前面，我先往前面。好，我穿皮裤，我走前面。Later， 堂主，你今天敢下来抓了？我跟华子，不然我会怕。哇，堂主，哎，这里好多鱼在这里，我肯定亏掉了今天。喂，哎呀，这一条大头好大。哇塞！哇，这么大，这大可以啊！堂主，你养的这个大头肥哦，一天养三顿呢，这个一天养三顿呢。嗯，它好像是不吃草，但是咬死那条就是大青鱼，咬死就是大青鱼啊！还跑，堂主，你抓了几条了？被鱼撞了一下。哦，被鱼撞到了是吧？哎呀，堂主再不抓一条起来都被华子抓完了。我把机会让给你，给你机会，把它抓过来。机会你不把握，就要跑到华子手里面。哎，没扔进去啊。堂主，快点快点，跑到这里了，最后剩这一条了啊、哦！这个机会弄给你啊！这一下躲起来了，你找不到了。那你去抓吧，那你不会怕？那你得怕。行吧，我帮你赶出来吧。赶不出来吗？又跑进去了。这下抓了。哎呀，终于抓到一条了，堂主。嗯。抓稳哦！现在鱼抓的也是剩那一条两条了，我估计以后也是最多一条两条。让堂主去玩吧，咱们去拿家伙下来找这桃里面找那个大家伙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。找。这个鱼塘有点大哦，咱们找就找那个重点的地方，然后看着像有大货虫的地方，我们就去找一遍。我们看到这个起堆的地方就擦一下。什么东西跳了一下，摸一下，原来是鱼，鱼啊，插到一条鱼、啊、哎呦，是是是是，哎，跑了跑了跑了，让堂主过来抓吧。喂喂，什么东西？应该是鱼吧，是是是鱼，还有很多鱼。你这个太多这个水草了，看不到。
一直都没放过，很多年都没放过。来，我扔过来，你捡哦，接住哦。找了一天了，就只有个边边角角没找。堂主啊，我都找了一天了。是不是跑了啊？我昨天过来都还有死鱼捞上来，就扔在旁边。昨天过来都还有啊？对。那现在希望就这个地方了，就这一块地方了哈。还有这个角没找了啊？嗯，只有这个角落没找。就这个里好像有东西。啊？有东西吗？这石头这里。不像是吃的，小心点啊！小心哦！哎，不是吃的哦！哎，什么？哎，甲鱼，甲鱼，甲鱼！哎，还跑，还跑！小样的，应该不是这个东西啊、哦！这个很小啊、哦！应该不是你说的那种，我感觉要亏本，这肯定是他的徒子徒孙，是吧？徒子徒孙都弄出来了，那继续这边找一下吧。哇，是不是大货？这个货也太大了，这应该石头吧？那是下水盖吧？这个应该是石头，石头，这么小。哎，这个是。石头还是什么？不像是石头，像。口外看一下。在这里。好、哦，怎么这么大的石？石头东西啊，不是石头。哎。哇塞！哇，除了都快断了。哇哇哇！什么？什么东西这么大？哇，泥鳅，还有泥鳅跑出来呀、啊！是啊，这一条泥鳅在这里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看到好大一块，吓得我都摔倒。哇哇哇！这什么？堂主，这什么？哇！说的，哇，大货！哇哇！这是你说的那个吗？是不是这个？你小心手，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这个家伙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哇哇哇！这么大！哇哇！哈哈哈哈哈！这甲鱼嘛，这甲鱼是甲鱼。哇，是甲鱼，是甲鱼。哎呦！哇哇！估计是这家伙，这么大，难怪能咬鱼。这一个甲鱼都不值1500了，发子发财了。哇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鱼，你这里鱼没多少。哇哇哇！要跑了，赶紧放弃了，现在。还跑，同志，亏本喽！哇、哦，哎呀，这个有十斤吗？应该不止吧。哇，这么大！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个我估计有十多斤了。我现在都想着鱼送给你，这个还给我好了，我也不要你的钱了。我鱼送给我，这个还给你是吧？然后鱼就不要我的钱。我都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甲鱼。你怕我？难怪你不会下河。不过去，那这，我也想把它抱回去啊，抱回去，这么大放生了，吃又吃不完，是放生了，那放生了，哎，我打算把它放生了，长这么大不容易，那要不这样吧，我就送给你，你拿去放生好不好？嗯，反正那个鱼我也送给你们吧，都这么辛苦，这个我就还给你，你拿去放生。好，那我先把它弄起来。好，太大了，长这么大不容易，真的，红主开心了哦。哎，有东西哦！这有东西，我听出来啊！是吧？哦，这个不是石头。哎，还在动，在动，在动！哎哎，不会还有大货吧？有东西，我不知道。在动哦，它一直到这里了。哇，你直接用手啊！直接用手，要小心点，你小心哦！咦呀，
这个不是大的，小的。应该也是他徒孙。嗯，应该是徒孙的。这个都可能以前发大水哪里冲过来的。对，是甲鱼。小甲鱼，他的徒孙、孙子辈的这个。这里有个。这里面会不会有？这个有个缝哦。嗯，有缝。可以伸，有东西吗？有。哎呦，又有甲鱼！哇，这有一个，也是他的孙子辈的。小心手哦，阿志。没事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现在找的已经找完了。然后只有那一个大家伙，那个可以了，可以啊、哦。我估计就是他在这里，但是他虽然他伤害我那么多，但是我不能伤害他。我等一下我把他放掉。行，你看堂主挺有爱心哦，挺有爱心的。然后我们把那个大家伙帮堂主找出来了啊。然后他说把这些鱼全部送给我们，不收钱。堂主挺高兴的，我也开心。哇，今天收获还可以哦，法子。是收获可以啊，这里好像还有三个小甲鱼哦。嗯，还有这么多条鱼在这里。哇，这胖头鱼，挺好的。这胖头鱼，堂主，要不你拿回去，可以吃一餐。嗯，这个胖头鱼挺好的，挺漂亮的。等一下拿上来，你带回去啊。好。小甲鱼也送给堂主养大吧。要不小甲鱼到时候我送给你，你扔回来养还是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到时候我拿去一起放生嘛，我这里不要养，养了又那么大，又把我的鱼咬死掉。那行，我先把它拿上来。哎呀，收工了。